大家好，今天又来到了三环 Capistrano 这个城市，这里的全新封闭社区开发商直降20万，咱们来看一看这个3500多尺的大独栋是什么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在尔湾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这个城市呢，靠近海边，位于尔湾以南大概20分钟的车程。这里呢是传统的富人区，加州排名前三，大学升学率100%的著名私立学校 C. Margaret's 就位于这个城市。首先进入房子呢，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宽大的客厅，整个这个厨房的电器都是配备齐全的，甚至包括冰箱也都有了。这里呢拥有加州最低的税率 1.1% 的地税。社区呢是高档封闭社区，配备了泳池和公园。整个这个楼盘的平均占地大概有6000尺左右。这个楼盘的三个户型呢都可圈可点。第一个户型呢是大平层的户型，就只有一层，非常的开阔，是三房的。第二个户型呢是房中房的一个户型，有3400尺，也就是说三房加一房，那一房一卫呢是独立出入的。而第三个户型呢就是视频里这个3500多尺的2层4房的大独栋的户型。原来呢这几个户型是196.9万到223.9万不等，但是呢有一些回到市场的房子开发商直降了20万，所以目前呢是从176.9万到203.9万，这样呢这些房子就有了非常好的性价比。现在呢咱们来到了二楼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客厅，它的层高是非常的不错的，而且呢除了地面，其他的装修配置全部都是升级的。户型呢目前都是最流行的配置，比如说呢像这个户型，一楼呢有独立的卧室卫生间，还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，其次就是大客厅、厨房、车库，甚至后面的大后院。而二楼呢有第二个客厅，这样家里来朋友了什么的可以互不打扰。二楼呢有3间卧室，每间卧室呢都配备了独立的卫生间，大的主卧也在二楼。在这种高档封闭低密度的社区，采用了这种最流行的设计，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，一楼还有卧室，有办公室，二楼有额外的客厅，并且呢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。而且呢到这种3400尺或者3500尺的大尺寸，甚至呢户型二是有独立的房中房，这些设计呢都是可圈可点的，也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房屋类型。咱们现在来到了主卧，看这个主卧的配置，有浴缸，有站浴，还有2个衣橱，并且呢还是双水盆双镜子分离式的这种设计，这个呢也是目前最流行的。城市呢是一个有历史的城市，大概10来分钟就可以到海边，而且城市周围的配套非常的完善，交通4通8达。最重要的是呢，在这个城市里面，像这种新房新的社区是比较稀缺的。更多的问题呢，欢迎大家看我的朋友圈或者单独来问我。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，咱们下次接着聊。